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啊！我哋今日又开始而家嘅呢个释经嘅讨论会。咁我哋系继续讲到点样被圣灵充满啊？点样根据圣经？圣经又讲到啲乜嘢系我哋可以继续保持啊圣灵充满嘅？咁我哋之前已经讲咗有不同嘅点噶啦。咁咧，第一就系我哋真心悔改离罪啦，憎恨罪啦。咁第二咧就系，深信神的大恩大爱，深信祂真的很想祝福我们，很想充满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觉得很难。第三样呢就是圣经，可能我次序讲错，圣经先由信心，圣经信，深信圣经和遵从圣经，和第三是信心，第四是用心灵诚实祷告，第五呢是渴慕圣灵充满，第六呢是传福音，建立人的灵命，遵从神。咁然后呢就今次我哋讲嘅呢就係按手祷告同埋集体嘅聚会，集体祷告嘅聚会呢係有帮助嘅。咁我哋之前已经有一次呢讲到係按手祈祷带嚟嘅益处，圣经即是有多处经文咧，系讲出按手祈祷系可以经历圣灵嘅，系啲门徒啊，去到曾经为撒玛利亚嘅信徒按手，佢哋就被圣灵充满。咁咧喺保罗亦都去到以弗所嘅地方按手，佢哋又被圣灵充满。咁然后其实旧约里面都有嘅，旧约咧就系摩西约书亚。曾经呢被摩西按手，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了。然后呢就是在新约的时候也都 有不同的情况呢，他们按手治病了。而耶稣自己本人他医治的时候呢也都很多时候是按手的。他又不是每一次按手，他但是呢有时是的而且确是按手的。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按手是的而且确是可以带来能力，带来祝福，帮助人经历圣灵。这个有圣经 的前科，圣经的例子，是那些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可以按手其他人经历到圣灵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作出来的，不过传统教会对这件事就完全拒绝的，就是他很抗拒的，非常之抗拒。他们有按手的，在按立牧师的时候有按手，但他们不是想着有什么传递的。而保罗是讲到跟提摩太讲，叫他呢就是从前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即是保罗讲到藉着他按手，是讲到是透过按手而带来的祝福。咁所以呢度係好清楚嘅，呢、这个经文係非常清楚，就係藉着佢按手而带俾佢嘅恩赐，亦都有讲到係众长老预言同埋按手嘅时候所领受嘅恩赐。咁所以圣经係好清楚讲到呢样礼物啦，可以话礼物。咁点样即係呢个礼物点解咁重要呢？因为唔係个个人都能够咁容易学到用心灵诚实敬拜，即是很多人呢是难的。如果一个人长时间用心灵诚实爱慕神、亲近神呢，他自己都可以越来越经历到圣灵的充满的。那这个是神比任何人可以经历到的。不过因为人不是个个都是即是能够学到用心灵诚实敬拜。所以有时有些人祈祷呢只是第一呢就是成日都为佢自己啲需要祈祷啊！咁耶稣其实话咧就唔好用重复话，即系你祈求嘅时候咧唔好用重复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咁所以呢度主要系讲到话多了必蒙垂听，就系讲到系祈求一啲嘢啊。而有好多人祈祷咧就系祈求嘅，主要系祈求嘅。咁咧就冇睇到圣经讲到咧，就神咧住喺以色列嘅赞美之中，神住喺我嘅赞美之中嘅。我哋成喺耶稣里面，耶稣系常喺我里面，同埋我哋爱神啦，神就为我哋预备
眼睛未曾睇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嘅。所以我哋想得到神嘅祝福咧，我哋爱神同埋先求神嘅国咧，神就会祝福我哋嘅生命嘅，唔使要一定点样讲法嘅。因为好多人同我讲，佢话咧啊，我仔有问题，我点样祈祷？我系唔系你点样祈祷，系你同神嘅关系。咁亦都我要讲到嘅，如果你个仔根本唔信主啦，代祷唔会改变佢嘅现状，代祷可以啊，即系求神去软化佢嘅心啦，去信耶稣。因为咧，圣经讲到咧，即系神嘅祝福咧，系透过耶稣基督嘅。神冇应承会祝福唔信耶稣嘅人嘅生命，虽然神都供应佢哋。圣经讲到系神咧降雨俾义人，亦都俾不义嘅人。即神是会在物质上供应不信的人，但如果讲到高度的祝福呢，圣经的应承不单止是给，不是只是说给基督徒，是给爱主的基督徒，遵从神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明白呢，我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只是祈求，而是多一点去爱慕神，感激神，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咁呢个就其实圣经教导嘅，不过好多人咧就觉得好难，点样以神为乐呢？即系甚至好多时都即系有好多人都冇听过呢个教导，或者咧冇深刻去讲或者听呢个教导以神为乐，即系高度嘅感激神、欢喜神，以神嘅恩典、神嘅爱嚟到作为我哋喜乐嘅来源。咁即系。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因为没有用心灵诚实敬拜，都不知道长时间敬拜，也都在一些教会他们不是长时间的敬拜的，他只是唱一首诗歌，而那首诗歌有很多时候未必 是强烈亲近神，反而是教导的多，教导就是很多诗歌的作用是教导，但其实呢我们应该诗歌是亲近神的，去敬拜神，去爱慕神，咁咧系应该用你啊，用即系对住神去讲嘢，就唔系教导为主。咁即系唔，我哋唔系反对教导性嘅诗歌，不过应该主要系亲近神嘅诗歌嚟嘅。咁当佢哋嘅诗歌只系咧短，好短嘅，唱一首歌，跟住就坐低，即系跟住就做其他嘢啦。咁佢哋都未曾强烈的进入神的同在，那就停了。但是在、通常开放圣灵的教会，不过现在来说多了教会是有长时间的敬拜的，那是有很多人呢都在一个长时间敬拜，他们的生命很大改变，被神触摸。那我们都讲过，就算在布道会，就算有些在传统教会的布道会，当他们很多人聚集，还有呢为到那些不信的人祈祷的时候呢，神的同在都在布道会很强烈，就是说原来当人集体祷告投入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和工作更加强烈，那就有很多人去到聚会就被感动，就、就是感动而信主。那这个呢就看到原来圣灵的运行是在当我们强烈的亲近神，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到就是按手祈祷是可以强烈的经历圣灵，亦都咧喺集体嘅祈祷啊。而嗰啲集体祈祷就唔系长时间嘅，净系祈求，而系去爱慕神。我讲我自己一个经历啦，就我初信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咧赞美神咧，我系好喜乐噶，所以我好多时喺屋企咧，我都自己喺度赞美神，系好喜乐咁。咁我哋教会咧，当时就有一个祈祷会啊。咁我就试下参加啦。咁你参加嘅时候咧，就会讲出有几一样祈祷事项啦。跟住咧就第一个人开始为到其中几项去祈祷，跟住第二个又为其中几项祈祷，跟住第三个又咁样祈祷，跟住第四个咁祈祷，一路祈祷落去嘅时候咧，到七八个祈祷嘅时候咧，已经真系重复讲咗好多好多次啊！即系基本上系一个重复讲出嗰啲问题嘅。嘅祈祷会啊，咁咧，并且有时系好似教导神咁啊，神啊，系我哋嘅聚会需要呢样嘢，求你帮我哋啊，即系话俾神听，你要点样帮我哋咁，
即系我真系觉得咧，喺嗰个祈祷会同我自己亲近神系好大分别。即系嗰阵时我系初信，我都发觉，即系亲近神系咪就系咁样不断咁为不同嘅事项逐样逐样咁样祈求咧？因为系更多亲近神。啊，我哋都祈求，不过个问题就系我哋嗰个重点放喺边度啊？咁我就鼓励大家咧喺祈祷会咧，即系点样咧？系可以一路带住敬拜，一路咧感激神、爱慕神，然后咧就亦都为不同嘅祈祷。但系祈祷嘅时候咧，亦都系又再次进入神嘅同在。神啊，你怜悯佢哋，祝福佢哋，赐俾我哋怜悯佢哋嘅心，关心佢哋。即系喺个祈祷过程咧，就系、是、好、啊、着重系我哋点样改变啊，亦都系有个强、啊、烈对佢嘅怜悯嘅心啊。即系亦都激励嗰啲人对佢哋有关心啊，愿意有行动去祝福佢哋，亦都咧喺神嘅强烈同在去呼求神，神系会听代祷嘅。即系我系即系我唔即系我之前有讲到代祷为嗰啲不信嘅人祈祷，为到佢哋嘅身体纯粹为佢哋物质嘅需要咧，神未必祝福啊。即系有好多人就会话啊，你为我屋企人啊。结婚啊，生仔啊，啊，佢揾工啊，我话首先为佢哋得救祈祷啊，你嘅生命都系影响佢得救先啊。佢未得救咧，其实佢结婚系唔好事嘅。点解咧？佢未得救咧，佢结咗婚咧，佢同一个不信结婚咧，以后就好难信耶稣啊。系应该祈求佢唔好恋爱住，等佢信起耶稣先。系即系，但系有好多人咧，即系有啲人咧唔系嘅，佢净系关心个仔咧。快啲结婚啊！快啲啊，一个女啊咁啊，快啲结婚啊！快啲生仔啊！即系佢系信耶稣嘅，但系个心只系喺呢啲方面。咁我哋都可以代祷嘅，但系咧个代祷咧系主要系祈求神怜悯呢啲人，更新佢哋，帮助佢哋信靠耶稣，得着耶稣嘅救恩，由耶稣嘅恩典临到佢身上，亦都赐俾我哋有怜悯佢哋嘅心。咁即系话喺个啊祈祷会咧。圣灵充满的祈祷是一方面有圣灵充满，一方面为这些人、祈求，求神祝福他们，都祝福基督徒有怜悯他们的心。好了，那我讲到呢，就是说在圣灵充满强烈的祷告会呢，是讲到那个祈祷会呢，是主要是亲近神，被圣灵充满，这些人在这里强烈的爱慕神。那有些人呢，他就对我的反应就是什么呢？他说，哇，好抽象啊，好抽象啊，即系因为佢哋惯咗祈祷咧，就系、是、神啊，你帮我啲经济啊，帮我呢样份工啊，帮我呢样嗰个，咁佢觉得好具体啊嘛。但系我哋成日都话耶稣你真好啊，感谢天父，多谢天父，赞美天父，耶稣好爱你。佢觉得好抽象啊，即系觉得呢啲哇，即系好唔系好似同我哋现实生活系有直接关系咁样样，咁佢觉得好抽象。他们就不即是不是很接受这样祈祷，或者不惯。那么这个是因为他们不惯，即是没有这个意念，就是说呢，我们越亲近神，神的同在越强烈的。那如果经历过圣灵的人呢，是会感受到的，会感受到当我们强烈亲近神呢，真的感受到神强烈的同在的。那即是说我们做得对了，即是譬如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一路集体祈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更强烈的圣灵的临在，更强烈的感动，更强烈的身体摇动，或者是圣灵的能力流过我们身体，那我们就知道神的强烈的同在了。即是我们应该向往神强烈的同在，留意到神的强烈同在，在这些强烈同在的聚会中，有人是可以就这样经历到圣灵的。那这个就是即是说我们原来在按手祈祷啦，同埋集体祈祷系可以咁样帮助人。同埋有时即使我哋喺度讲解圣经，带住一个火热嘅心讲解圣经，神嘅同在都可以强烈嘅。咁我啱啱上个礼拜讲到见证，我哋都亦都有摆咗上，啊，即系应该冇几耐摆上网嘅，就系、是、即系有个人咧，咁佢初头未信耶稣嘅，咁我同佢讲关于福音嘅时候，佢嘅心好开，我已经感受到佢有这个感动的心，我就叫他自己祈祷，他就即时就经历圣灵临在的平安，并且见到、即是我不清楚是耶稣、啊、还是天父、啊、向他显现，
佢就即系令到佢好感动，好真心信耶稣。咁呢个就系即系喺神强烈同在之中去帮人啊，帮人嘅灵命，帮人灵命嘅时候，我哋嘅心都一路爱慕神，唔好净系唔系净系用言语啊。其实保罗有讲到，我哋说嘅话讲嘅都唔系用智慧委婉嘅言语啦，用圣灵同大能嘅明证嘅。佢话亦都讲到咧，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就系、是、用神迹奇事同埋圣灵嘅能力力咧，使外邦人信服。即系保罗有讲到佢传道嘅时候，唔系净系用话语啊，亦都系有圣灵嘅同在同埋能力。咁所以我哋都学习啊，喺圣灵嘅同在之中为人按手祈祷。按手祈祷咧，都系唔好就咁一开始就按手祈祷，或者带佢哋去敬拜神、感激神、欢喜神，然后咧为佢按手祈祷咧，神嘅同在系会加强喺佢身上，帮佢经历圣灵嘅。咁呢个都系我喺1998年嘅时候安卡罗维按手系好震撼我啊，即系可以咁样经历到圣灵嘅临在，系对我生命系好大好大嘅改变。从此以后我就整个人好委身，全心听晒神嘅话，因为咧。当我知道原来神的爱咁真实，同埋知道原来我可以咧呢个布道家可以咁带住神嘅能力祝福人，我都可以嘅，即系我深信。咁所以咧，即系我就会睇到原来我哋可以做嘅更多。因为我以前我所做嘅，我就会觉得真系一个好漫长嘅路啊，改变人嘅生命，亦都系唔知道佢系咪改变。有几难去改变佢，但系咧，当我经历圣灵之后咧，发觉系唔难嘅，系即系当我哋帮佢经历圣灵之后咧，为佢祈祷啊，佢成个人即刻改变，咁然后教导佢咧，咁系有教导加上圣灵嘅运作咧，系完全唔同嘅，咁样就更加帮助人经历圣灵啊，所以呢个系圣灵充满有帮助嘅，即系话喺按手祈祷或者系集体聚会嗱，咁有好多人咧就系、是、即系喺有时又会有个错误嘅观念咧，就系、是、以为咧，哇咁按手一次就搞掂，其实唔系嘅。呢、这个只系好似圣灵强烈临在佢身上一段时间。嗱、如果我哋经历过去过一啲圣灵嘅聚会，发觉呢样嘢嘅，喺聚会嘅当中，喺祈祷个部分，我哋发觉神嘅同在强烈，但系过咗呢个祈祷时间咧，就发觉神嘅同在减弱噶咯。聚会之后又再减弱，翻屋企途中又减弱，第二日又更加减弱。咁所以呢个一定要保持嘅，即系唔系好似话经历咗圣灵就以后搞掂，系一定要继续保持先能够保持到神强烈嘅同在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圣灵充满好有帮助，就系、是、按手祈祷，同埋咧集体嘅圣灵充满嘅祈祷。咁我哋都小心为我哋按手嘅人佢嘅生命同埋佢教导，譬如佢嘅教导。如果我哋发觉佢好，即系成日都系呢、这个丰盛神学，成日都系咧，好似就系追求，即系成日都讲到咧，就系钱啊，或者系好似为咗利益而侍奉啊，或者佢待人接物咧系冇耐心、冇爱心嘅，用仁义嘅，咁我哋就小心啦。即系咁嘅人咧，我哋就唔好接受佢按手祈祷。咁有啲人又话咁啊。哇，咁咪个个都好惊啦。咁其实我又话唔使惊，如果万一按手嗰个系有问题，我哋自己咪释放翻啲任何问题咯。即系因为我哋有圣灵充满，又听神嘅话，爱神，主你生命咧，乜嘢邪灵都要走嘅。所以我又唔系好惊嘅。不过如果个人我明显知道佢有生命有问题，我肯定唔会接受佢按手祈祷。好，有冇人有问题想问喺呢个时候？OK， 想问下咧，按手系咪即系位份大嘅，为嗰啲即系冇咁大祝福嘅人祈祷咧？通常嗱，通常嚟讲咧，就应该即系圣灵充满嘅人为其他人按手啦。但系系咪一定位份大咧？我就唔觉得一定系嘅。有时有啲情况咧，个教友经历圣灵好强烈。
而个牧师肯俾佢按手。但系如果教友嚟到牧师面前，就唔好话，即系唔好话，唉，我为你按手好唔好啊？即系唔好讲呢样先，而系分享自己嘅分享呢个经历。咁、那个牧师接受嘅话，咁我先至问佢啊，你介唔介意我为你按手祈祷？即系的而且确为牧师啊祈祷嘅时候咧，我哋都问一问佢，就啊有啲分享先，等佢个心里面接受。因为咧，通常嚟讲系。即是位份大的祝福位份小的，但有些情况呢有些教友经历圣灵然后才帮到个牧师的，那这个即不是一个必定的规则。OK，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人想问的？求圣灵大大的临在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呢个心开放渴慕神，我们一起起身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因为神你是满有恩典慈爱，你是充满爱的，你都是充满能力的，在你凡事都能，一切的事都在你的手中，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求主施恩祝福我们，怜悯我们，求主加力量给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神啊，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想你，我们感激赞美你，多谢天父的大恩，多谢天父的大爱。神你一定祝福我们的，我们信靠你，我们欢迎你。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的大恩，多谢你的大爱，多谢你，我们感激你，我们以神为乐。Oh, yes, oh, yes, oh, 我深爱你。Yes, oh, 我深爱你。Hallelujah, 赞美耶稣。我深爱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深爱你，神你的恩典真的好大，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面前，知道一切恩典都来自你。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主帮助我们真心悔改，真心承认我们一切的罪，放低重担烦恼，放低所有不开心的地方，所有的压力我们都放低，因为神会照顾一切，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虑，有神万事足。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喜乐。Oh, yes, oh, yes, oh, 我爱你。耶稣深爱我，主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我们感激你，我们活在神的爱中真好啊。主啊，你用你的慈爱围住我们，你的神你的慈爱围住我们，我们时时感激你，我们永远颂赞你，颂赞你的大恩大爱。我要永远颂主你大爱，我要永远颂唱你恩爱，我要永远颂主你大爱，我要永远颂唱你恩爱。大家可以起身，放松的人啊，来到一起爱慕神，一路感激神。我要永远颂主你大爱，我要永远颂唱你恩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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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永远颂主你大爱，我要永远颂唱你恩爱。多谢天父，多谢天父的大恩，多谢天父的大爱。我要永远颂主你大爱，我要永远颂唱你恩爱，我要永远颂主你大爱，
我要永远颂唱你恩爱，主啊，我哋享受你嘅爱，享受你围绕住我哋，享受你祝福我哋，我哋感激你，耶稣你真好啊！主耶稣，求你嘅爱围绕住我哋，求你嘅爱更新我哋，喺我哋生命中更强烈嘅工作，让我哋活在神你嘅爱中，日日享受你嘅爱。哦，哦，主耶稣，主耶稣，我全心爱慕你，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我全心爱慕你，天父，天父，我全心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天父，天父，我全心敬拜你，圣灵，圣灵，我全心开慕你，哈利路亚，圣灵，圣灵，我全心爱慕你，主啊，我哋渴慕你，我哋感激你，我哋享受你，我哋欢喜你。神，你系我嘅喜乐嘅来源，你系我恩典嘅来源。我全心倚靠你，尊你为大，尊你为圣。我有神，我就欢喜，我就满足。耶稣，你真好啊，神。真奇妙，神真奇妙，神真奇妙，你真爱我，神真爱我，神真爱我，神真爱我，你永远爱我，神真可爱，神真可爱，神真可爱，你永远爱我，主啊，你真好。我哋可以享受你，我哋欣赏你，主啊，我哋紧靠你，我哋欢喜你，我哋欣赏你，我哋以你为乐。主，我紧靠你，主，我紧靠你，尽我心以我力，主我紧靠你，哈利路亚！主我紧靠你，哈利路亚！主我紧靠你，尽我心以我力，主我紧靠你，以爱禁足我，我心将我紧拥抱，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只归你，以爱禁足我，我心将我紧拥抱，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
只归你，我只归你，属于你，哈利路亚，我只归你，只归你，我只归你，属于你，哈利路亚，我只归你。只归你，耶稣，耶稣，耶稣，我深爱你，耶稣，我欣赏你，耶稣，耶稣，我深爱你，耶稣，我依靠你，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多谢耶稣，你咁美善，咁美好，我哋享受你，我哋感谢你，我哋欢喜你，求你嘅爱临到我哋身上，帮助我哋更多人经历你嘅爱，我哋就一路相信神喺我哋前后环绕我哋，按手我哋身上祝福紧我哋，我哋可以深信耶稣而家按手我哋身上祝福紧我哋。你在我前下弯腰，我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掩蔽服侍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谦卑服侍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海岸洁水边。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挚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多谢耶稣，求你帮我哋享受你，欣赏你，欢喜你。我哋有咁嘅神真系好啊，有一个咁完美嘅神，咁爱我哋嘅神真系好啊。我哋好感激你，我哋享受你，我哋欢喜你，我哋鍾意你，我哋活在你嘅里面，从你得力，求主更新我哋，被神嘅爱更新，我哋被神嘅爱更新就能够祝福其他人。就会带住圣灵嘅能力去祝福其他人，求主帮助我哋时时带住圣灵嘅充满，时时带住神嘅爱，有神嘅同在，让我哋能够咧，无论说话行为，我哋嘅关心都会影响别人，我哋嘅行为，我哋嘅爱心都显出神嘅爱，显出神嘅恩典，去令到人咧被神去更新改变。主啊，使用我哋嘅生命，使用我哋生命，首先帮我哋享受你嘅爱。被你的爱所更新，欢喜你，欣赏你，感激你，感激你的大恩大爱。哦，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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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深爱我，耶稣。耶稣，你深爱我，
你拥抱我，耶稣，哈利路亚，有耶稣，我真有福，哈利路亚，耶稣，你深爱我，耶稣，哈哈，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拥抱我，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拥抱我，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深爱你，耶稣，你永远爱我。耶稣，你永远爱我。耶稣，我紧靠你。耶稣，我紧靠你。耶稣，我深爱你。耶稣，耶稣，你真美好。耶稣。耶稣，我深深深爱你。耶稣，耶稣，我的心深深爱你。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我心爱你，耶稣你真好啊！你帮我哋享受你嘅爱，被你嘅爱拥抱，哈利路亚！哦，嗱，我哋都可以呼求神，神你嘅爱拥抱我啦，临到我身上，求圣灵将神嘅爱浇灌喺我哋嘅心中。多谢天父，多谢天父，让神的爱涌流在我们里面。神啊，你爱紧我们的，求你帮我们的心打开，让你的爱能够自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啊，求你将你的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活在神的爱中，不是活在苦恼之中，不是去数算困难，而是数算神你的大恩大爱。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多谢耶稣的大恩大爱，多谢天父，感激你，我们享受你，哈哈哈哈，哦，求主帮我们在神的爱中充满喜乐，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被世界所赐，被世界所掠夺去，哈利路亚，哈哈，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被世界所赐，被世界所掠夺去，哈利路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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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世界所赐，被世界所掠夺去，哈利路亚，主啊，让你的爱围绕住我们，让我们深信你的爱，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充满爱的恩膏，让神的爱的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时时活在神的爱中享受你，并且带着爱的恩膏去祝福人。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耶稣，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哈利路亚，主耶稣爱我，耶稣，主耶稣爱我，耶稣，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多谢天父，我们可以被爱真是好了。世界上很多人都缺乏爱，很多人呢是一个非常之残酷、痛苦、孤单的状况之下长大，是没有爱的。求主帮我们将这些爱带到你那里，带到这些人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将神的爱带到他们身上，去祝福他们，怜悯他们。多谢天父，感谢耶稣，多谢耶稣的大恩，多谢耶稣的爱，叫我们的爱呢转化为力量，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去更新他们，去传扬福音，去更新他们的灵命。求主使用我们活在神的爱中，充满神的怜悯，因为神呢是喜爱怜恤，喜爱我们真是怜恤人，神喜非常喜悦的。当我们怜恤人的时候，神非常喜欢的。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多谢你同我们一起，感谢赞美你。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最先的祈祷，在这个过程中，我今日特别带领大家去更加去经历神的爱，思想神的爱，或者经历神的爱，有没有人有任何分享啊？是啊，都好好深啊，心头咁样敬拜咧，一起嗰、那个感觉系叶牧师，你一路咧去敬拜神、爱神个心嘅时候咧，我呢边咧又神俾咗啲新嘅音乐，我一路就喺度敬拜神，一路唱。好出到嚟，好感谢神，好愉快，好有爱，好有神嘅围绕嘅过程里边咯。感谢主，荣耀归俾主，哈利路亚。